Hello，Hello，开始了吧？大黄心愿呢？为什么只有我？为什么只有我？啊？为什么只有我？哎，好了好了啊，好了，开场就掉了，哎，你人哎，呢？那我进了我进了，不是你刚人卡钱卡钱卡了一下，刚才钱卡了一下，呢？啊，必须要闪亮最后一个登场是吧？压个轴嘛。加个轴。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墨雨云间，非常嚣张甜蜜局。大对，家好，我是非常嚣张的薛芳菲，然后就是这四个字里面的菲。大家好，我是非常嚣张里面的肖里面的肖恒。哎，我还是大头呢。接近点儿，嗯，你要不要往前来坐吧，一点？可以吧？这样。我走不到位，我后面没得考了呀。就这样吧，挺好，我可给以，自己美个颜。嗯，来嘛，开始。来嘛，来嘛，谁主持？你呀，我啊，啊，然后那个非常嚣张，咋什么来着？啊 有点清仓哦。而且又真的没有弄过这种两个人的这种直播，而且还是我要来主持，我真的就是，记不下来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告诉你，没王有学远，主持人，我现在觉得内心很空荡。不是这时候你该问我，你这问我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名字的？好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"非常嚣张"这个 CP 名的？这个是我平时在，哎，往这儿吧，对，平时在网上冲浪时，然后底下全是我们这个非常嚣张的那个粉丝们在那个说那个，哎呦，我有点紧，你紧张，我有点紧张。放轻松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对，身上背负了太多，是吧？对，现啊？我有点紧张，我耳朵都已经红掉了。身上背负了太多，聊天对，儿，哎，聊天儿，聊天儿，OK，其实最多聊是天追儿。剧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评论上面呢，我记得我们刚开始没给我们取"非常嚣张"这个名字，对，后面有有一个是取的"小李飞刀"，你记得小李吧？飞刀，记得记得记得记然后得，后来这个"非常嚣张"，我觉得是就是，谁取的我不知道，就大家的声音不吧。知道，刚开慢慢始。开始就更越来越多了，这个名字就。对，然后后来有了超话，超话刚开始几十个人，然后有100多个人，然后后来慢慢越来越多，然后 CP 超话好多了，天天往上涨，我们的群体嗯，越来越壮大，我很惊讶，我真的很惊讶。现在真的，我主要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二创很，你不要提，我都没有提二创，好，我不提，我你不提，不要我不提。提，我不提，我不提，我不提，会困主扰要你主要，生活的问题啊！不是，主要我们这个非常嚣张这个嚣字啊，还挺贴合这两个角色的。非常嚣嚣张张的嘛，嚣，那对，飞就不贴合了吗？飞也贴合啊，就是得导嘛，我在引导嘛，嚣张是吧？他不光是名字里面有我们两个人的角色，那个嚣和飞，而且我们那个我们整个其实，在剧里面的形式也稍微是有一点点张扬的了。现在的剧情挺张扬，对。前面还是比较克制的吧？前面是你前面，看因没为看呀？你看没更看多呀？这是，两集？我记得好，你那长段，你那个小主持人那场，不是，就是哪个？你看到公主出来了吗？公主看了会怀下，然后我带你去那个青城山上，那句我最喜欢的台词，那个你选哪个？就是从今以后你不必再为任何人，但是其实我们原台后面还有一句他没有，我不知道为啥。哪个？就是他现在是从今以后，你不必再因为任何人委曲求全。现在是这样，然后你现自在己看开了，便不再害怕了，是吧？不是后面是那个，后面是包括我，你忘了？有吗？有吗？你啷个忘了嘞？我高昂了，好想有，好想有，好想有。我有，今天那都个还没人有也包看，括我，我昨我今天天看晚完上，了。你今天早，昨天晚上我看到了那个敲完鼓。然后敲，里面，哎，我我第那二看集昨天，哭了，敲那个灯啊，笼，我真给我看哭了。我我在也是，现场拍戏的时候看哭了，当时我真看哭了。我没想那到一他，段是我真没的。想到他把你小时候剪进去了。啊，那个时候哦，你说的是闪回那画面是吧？闪那我们回在来你，牢里面那时候我们在啊。
我老王还没看到呢，我只是昨天晚上看到邓文国，看到这块儿，他把老王还老，没看到。就那天我们那个360的那个拍摄，在是吧？对，在，都在。然后邓文国他那好像个，我在，一敲我看哭了。我也看然哭后了，那个，尤其是所有人的反应去切进来的时候那一下。对，然后敲了咱俩的那个宿命感，你小时候的闪回。两个人连接上了，哎呦，哎呦，我顶不住，哎呦呦，我在耳朵砍起你哟、咋到二楼悄悄的砍到我？哦。对呀、啊，这次在城，哎，既然提到二楼，那是不是得到下一环了？下一环了，下一环了，又来 Q 啊！然后，不是，来认证 CP 名哦，儿，对，这么哦，重要的环节，你居然让我对，跳过了！我刚刚已经聊了，来啊，来得对一啊，下，对。来，王轩武姐认证一下，非常嚣张啊！我在这边，在这我在边这边。啊，这边在这边。哎哎 OK，哎对上哎，了啊！等会儿，你整气，哦你呦，不要把它对嫌弃。呀，怎么回事？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可以对上了，你可以再往左边拿点。啊，对，OK，签个名吧。签个名吧。好，签个名吧。来个笔。非常校招，你知道我其实拍戏的时候给咱俩取了个 CP 名，你知道吗？啥？你刚才有人跟我说过，我当时跟你说过吗？好像说过，说的是小韩当曲的。咱俩 CP 名不太好取。咱俩当时取，你当时取的啥？我取了一个薛王妃的妃，还有素国公的素。非常严肃，是吗？是吗？我写的是飞速前进。那俩跟我俩有啥子区别吗？我这个代表我们两个果然是飞速前进，你那个非常严啊，肃，我不知道它代表什么。我们在对于就是你要完成你的事情上，跟我要完成我的那个事情上的那个契合度是非常严很肃的，严我们两肃个人，的，哎，我喜欢那个刚更新的那个，我想想啊，就是瞬间给你翻脸那个，我很喜欢。哪个瞬间跟我翻脸？我想想啊，那块儿，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在那个定州，就是前面在定州，我不是抉择我要不要返程嘛？我要不要留在定州？你不是发说凉嘛，啊，让我跟你走嘛？然后我就很坚定的跟你说，我说不想让在门再口出那段，现对第三个、第四个薛家，我说这是要把背后的势力拔出来。就这一段，就是对，就这种。之前还甜着呢，然后突然就聊事儿，就是非常严肃，非常严肃。不是，但是到后面闪回回，因为他我当时我们拍是顺拍，但他剪是就是。拍一段，就播一段，放一段闪回嘛，放一段外面的那个事情，那一下就是在那个我走之后，就是我问你，就是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那个下给我看爽了那一下，我看了那个，演挺好。敲了一下额头，怎么还摸下额头？敲很重，老师，不是，我当时以为你真的会敲我很重，你没看但我没当有啊，时一敲的时候我躲了一下吗？但没用力啊那一下，万一你用力了哎，他让我们这个合照3连章，呢？还要合照，来签名的合照。哎，我我是就不是亮了？等一三下，连拍，可以吗？我们第来个七了，什好么像应三该。连拍啊？来个什么三连拍？哎呦，我过不来啊！好，来，一，哎，来脸颊二，比心，对，哎，省一块儿去了，咱俩。二、再来个三，啥？等一下啊，这儿，小一点，哎，这儿，OK，KPI 完成，下一个环节。下一个，二楼。来让那个非常嚣张的两个人回忆一下现在网络上对于他俩的这个梗、热梗词儿。来。你不能老我是在，我引流程，你还是我要当时走起来。我提醒你了哟，下一步该啷个样？好，我们刚刚谈到了哈，刚刚城门上那个，萧恒老师站在二楼去观看薛王妃的塔戏，楼，看戏哈。
然后对于对，二楼哥你自己怎么回应？怎么回应二楼这个事情？二楼不，其实不光是看戏的时候，也是谈情说爱，也是在分析案情的时候。因为其实更多的是，在二楼当时是聊天，然后正好，甚至好巧不巧，你就在楼下，好巧不巧就看到你了，好好巧不巧巧就不巧，发，好巧不巧，哎，那个最巧的就是那个，就是你让我看戏，我的一个背影，记得吗？我从那走，那天哪个？中秋你请我小桃红看戏那个，你说正好要找一个什么单独的什么女子，然后对，正好正我一好个你就背，在楼下，那就大街上随便拉一个喽，拉，等等拉一个喽，对，正拉一好就个在那喽，走，就来拉哎，来笑死喽。我了，我一看到一切过来是我的背影在那走，我笑死了，哎呦，好对，巧当不时你巧，不在，当时我们在二楼拍的时候这一场，对，二楼的缘分，不是最搞笑的是那个潘潘从二楼跳下去掉水缸里面，这是我没想到的，你也不知道吧？我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。一个空翻跳到水缸里面去，我不知道，二楼的缘分，太好，多了。来你 Q 我，女频爽剧统治者，挺嗨的。嗨哈，爽就挺哈，爽的，因为这戏不是也是比较爽嘛，前期，而且这个词儿，我记得当时是刚开播，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就有，对。说明大家对于就是薛王妃，然后这个爽姐，包括前期的剧情就很有代入感嘛，对，我对，觉得然还后。是相对满意了，对剧本内容上，对，而且我前期你知道，对，我紧张的嘛，我就紧张的，包括对于人物还有整个故事，我也没看过，我比较紧张。然后所以当时看到这种词条的时候，刚就入觉得，局那个时候你还，对，然后所以看到这种词条的时候，内心还是啊舒坦的出了一口对，长气。就是其实有一种那种，哎呀，大家有点认可了，其实甚至挺高兴的。对，认可了薛王妃，认可了就是这个故事，就是让大家有代入感。就是对，挺爽的，而且薛王妃她是属于那种，就是她是 i 人吧，我觉得是 i 人，他爱是 I 人，我觉得是算吧，啊算比 i 较人 I 的，吧 i 人对，吧，就是但他做的事儿都是一事儿啊，比如爱，说站，对。他像个勾人，就是，那就是计划者那种。勾人爱爽，对，但是又爱又爽，边爱边爽，是吧？对，挺爽。然后，OK，下一张图，乳腺保护神啊，就是我知道这个，就是不让别人生，就是不生气嘛，看着通畅，就是通畅，特别通畅，不堵的话，这个就咱俩说过的嘛，就是。飞天神女，前所未有，前所未有炸对。裂！我看这场戏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在看我弹性在哭，然后看到那个大鬼脸的时候，我狂笑的不行了，真的黑仙侠，我们边在，笑边哭，然后配合那个弹幕，我都疯了，我要。而且不是，最那个是，你还记得在什么现场拍的时候，你不是自己去棚里面拍这个飞天神女吗？你不在吗？飞天神女我不在啊，你在，你拍这个上天之后的，我怎么在呢？那天啊？哦，吕布拍的，吕布拍我的。在大战呢，我在峡谷啊，呢，峡谷大战，我吕我布说拍峡的。谷呢，对，你过来说，我说拍的好看吗？他说你就很好看，我说不可能，你给我看看，你就不，到时候你去看看成片你就知道了。我觉他得说很我不美会，啊，我看完以后觉得就有点奇怪罢了，就是美倒是美。对，那一下，但确实是啊，因为网上也看到很多人在分析这一段，确实是，他们说把那个曲子整个给他，将他内部意思给呈现出来了，将小说里面那些话术的描述给他完完整整的呈现出来了。对，然后那个就是我看，弹幕太好笑了。但是我说美归美，也很疯，但是它的表达还是能让观众去感受到那种震撼。对，就是将那种文本上的内容给它呈现出来了，对，把幻想描述呈现出来。用画面给它呈现出来了。哎，你那场戏，你那个咬虎口，你在那看啥呢？到底？咬虎口什么叫看啥你呀？没看那场戏？大家在那说，你不是当导师吗？坐在台上，你看自己虎口，因为前场戏是不对是呀，在那治虎口吗？你当时在那对看呀，虎口干啥呢？看过。
就是一个小演示啊，一个，那不能，那这前天这众目睽睽之下，我你怎在么想能够啥把呢？那啊？我在那好好弹琴，弹得那么的悲哀，你在那看虎口，你在想啥呢？我在想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哎，你不要这样问，我会不好意思。我也很疑惑呀，我代表广大观众问一下这种疑惑，我也是第一好，次看，我也很好，疑惑。我作为官方，我来说两句哈。好。看虎口呢，它是因为当下那个场合是比较紧张的嘛，是个公众场合。我一个公众人物，我一个素国公，我不能够说在那种环境下去，就是怎么可能会有人，就我在办案的时候，怎么可能会有人咬我的手呢？是吧？可能会，我觉得是多少是有一点隐藏，多少有一点就是去回避。回避，嗯。就是心里有鬼那种，就回避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我但懂是了，呢，我又得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闪亮登场，把萧寒的那个，我懂了，懂了，懂了，我懂了，嗯，就有一点儿戏外人的那种暗爽，有一点儿，就 啊，是我在那，其实更多是擦自己的手，去那个啥，去对，看你我。弹琴的时候想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了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你知道我这双手在弹琴的时候有多么的不易，对呀、啊，是吧？只有你懂，一次两只有次你不懂，听话。只有你懂我的手有多疼。哎，但是我说实话，我每次看的时候，我看看那个球的那场戏是真挺爽。每次那个双飞球，萧恒的时候，包括今天更新你没看，我跟你讲那一场你爽啥在，啊？我跟你说台你看那个叶世杰，你在叶家庆功宴那一场，我然在后叶家，我跟。哦，我知道那个然后啊，把你叫过来，然后你说我生气的时候也挺严重，就我作为观众来说，然后我再看肖文那个反应，你知道吧？嗯，我说你生气的时候挺俊俏的嘛，这句话是吧？对啊，你又喜对，欢了呗？有看的时候有那个啥了，作为观众来说是吧？还有夺人七赛道，回应来，夺人七。夺人七赛道，这个是，这谁知道呢？他就是缘分就到了那儿了吧？谁知道正好。这几部剧正好是，就是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关系，然后最后往下发展的。那你自己喜欢吗？我说实话还可以，因为我不太喜欢正常，就拉扯嘛。喜欢非正常。喜欢拉扯的，正好这几个都是拉扯的。哦，嗯，怎么还给我好。大头呢？说这个的时候。啊，来来来，再好好回应一下。回忆一下啊，就是，其实单说萧恒跟薛王妃的话，这个人气，这个我觉得其实没有太那个啥，因为这个得到这什么东西啊？来，这是下一趴，你把这趴先说完。网友说我的暗爽，这一趴说完，我就是说到哪了？我刚刚，应该说跟薛王妃人气。哦，其实没有想过这种关系，而且这个不能剧透，到了后面会有一场戏，大家会知道我们两个为什么会这样。后面还有啥？是后面还是前面会公布一场？那不都演完了吗？我跟你，求你去，让你带我去矿洞。不是别的一场，不是这个，是吗？那我脑回了。我等会跟你说。啊，在后面了。然后那个，哦，这个，当时我微信发过给你，我呆了，我呆了，我的眼线，我不是你，我没有那么多眼线。我那震惊了，我们当时真没有想到这个事情，没有，我天天在吐槽你的眼线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我不像你从没来有没那有么多想眼过这个线，台词。对啊，当时我们对在现场啊。时候说过，说萧恒的眼线都快画到太阳穴上去了。但说到这个台词，真的没有想到。我都这个我真挺呆的，嗯。我看你这场画的是挺长，这场其实还好，其实不，其实别的几场其实还好，你没发现吗？你今天怎么呢？又给我大头呢？要看你那眼线，今天肯定画了，今天没有拉出我来。跟你锁，结果黑眼线有点肿，不是，我有今天点还好重。哎，今天还好，今天不深不长。萧恒的都画到这儿去了，萧恒的都，萧恒是长，你今天这个黑眼线拉的有点重，萧恒的都画到这儿来了。那也没那么夸张。对，哎，让我给你画眼线呢。可以啊，那你，
对，我拿来了。来，你画吗？我记，来，我来画你的眼线啊！我画个你的眼线，还是画一个肖恒的眼线？我给你准备了，准备了一把的眼线笔。嗯，可以。你怎么把整个欢愉的眼线笔全拿来了？欢愉，姐姐妹妹们的眼线一把都在我手上啊，全给你收来了啊，都为了给你画眼线。可以可以，那你这个眼线，我看能画多长？他们给我准备了一张你的照片，好大的一张照片啊！欢迎姐姐给你准备的，满意吗？满意吗？满意满意满意，这个好画，这个边好画。好，我给你画一个啥样的呢？你想要粗一点、细一点、长一点、短一点？给我画的稍微正常一点。正常一点，对。你这个是不是都已经画了？请问，那我肯定啊，这是我化了妆拍的呀。我哪咋还滑哦？你再加点精华吧，你给他。对吧？我给你画个眼尾吧。好，拿这个吧。已经画了，你这妆很淡呀，今天画的。哎，你换个角度，这个角度不太好看。谁不好看？我不好看。刚那角度，换个角度。我不好看，还是你不好看？啊，现在好看了，现在好看了。又把你露出来了呗，是吧？又带不到我，刚刚就。等一下啊，这样。不是你弄后脑勺能看什么？哎呦，都在兜了，看得到吧？好。可以可以，小梦姐给我画的时候很稳的。咋画成啥样了？给你加出来了呀。好了吧，满意吧？你放近点，我看不见。下眼线给来点。我没有下眼线，我只有上眼线。给你来点吧，好，尝试一下，谢谢啊，烟熏妆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，可以哎。我看看。可以。你可以虚化点很，等一下啊。砍不到哎。砍到七秒。哎，还可以，有点消痕啊，这个。啊，喜欢吗？还可以。哎，眉毛。等会儿，眉毛。我看啊。这个眉毛是很近、很直的，很长。它挑。嗯。还有个弯弯。啷个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最后一笔纯属意外。有点抖了哈，可以，这眼睛画的确实可以。这个眉毛呢，就是很难评，这眉毛很难评，会吧？可以，不错的，满意，满意，满意。OK。嗯。OK。这眉毛怎么画成这个样子了？给你个啷个还在这补救哎？我得行，忍不了。哎，补救不到了就这样子吧。好，过。好，过了。好了，就是刚刚我们一直聊，大家网友们对我们剧本上头嘛，像我们各种弹幕啊，各种二创啊，各种评论了、啊，都是非常丰富、非常有趣的。然后呢，就是为了感谢大那个哎，这个是可以说哈，为了感谢咱们墨雨云间成为了2024优酷热度值破万最快的剧集。嗯，那么这么快破万，我们其实在上一次我们直播中还没有立一个破万 flag 的，是吧？然后今天咱们没有立，没有，那天只是开播直播嘛。嗯，那时候应该胆子大一点，应该多想一想，应该是吧？当时是没敢想，没想到想到这个事儿，没敢想，真没敢想，那时候不敢有那么大的野心。对，今天既然已经到达了这一步了，已经做到了。对啊。我们就趁着这次直播的机会来把这个flag 给他立出来啊、立出来，然后顺便完成。嗯，比如呢，你呢？我
我是在对你的要求吗？还是说，对自己吧。我先对哦，你对，吧？对，好，那你来替我选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的这个你的声音，你叫阿离的这个声音，已经布满了我所有的，我的那个各种的媒体软件。自媒体软对，件你哈，是，而且你知道你自己的 BGM 吧？我知道，啊？但我哼不出来，等就没，怎么哼是来着？啥来着？噔噔噔噔，怎么全等等等等，反正是噔怎么噔等等噔？等等怎等等。么哼？怎么哼？小鸟哎，依配我 BGM，那个萧恒的 BGM 怎么是什么来快着？点快点儿，那快是点啥儿！来着？好着急哦，啊，一不刷让就是提，他。不让提，不让啊，不提，让不提，不让让提，提，不让不让提，提，不不让让提，提，过这块不让不让提，过。过啊，好，就你的然 BGM。后呢？然后然后还有呢？你叫阿离阿离阿离的各种的音频二创，全是这个。嗯，然后对，呢？所以就今天那个破万福利给大家征集一下吧。你对着我们那个非常嚣张的宝宝们，用就是萧恒的声音哈，然后叫一叫阿离啊，叫给大家听一下，怎么样？可以，可好，以，你先来个正常版。正常版啊，阿狸，嗯，生气吧。生气版，阿狸，哎呦我的妈呀！你有那感真觉优吗？秀啊！你真优有那秀感觉啊！吧？有！然后，回，又回到了那时候哈。山洞版，山洞版，山洞版什么版？你自己想，山洞版、山洞矿洞版，你是版、小学生，你是小学生，矿洞阿版，狸，对对，小朋友们，阿狸，立，然后撒娇。撒娇，阿狸，再来一个害羞，害羞，害羞，嗯，阿狸。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有那感觉吗？听到了，啊，那行那行。有，Hello，超常发到挥，我给超常你，发挥了，我给你安排任务了。好，是不是天天直播有人让你练各种台词，听你声音啊？听我声音，为什么意思？我天天直播，我哪天天直播？你我前天前两前天天我晚上，刷你直播，大晚上前一天个晚人在那播，真的啊。是不是我？对大什么？对叫大家叫声什么叫下什么？啊，这个啊，过这过吧，这过过吧，对。然后前晚是我自己在那直播嘛，你为什么那么晚直播呀？因为我本来答应就是9点半直播嘛，但是拍慢了现场，就只能等到下班了去。哦，我第二天我一看，我说王旭天天晚上大半夜偷偷在那自己在那直播，我在那搞情感主播呢，我在那，你知道吧？晚上电台连嘛？线，是在哪儿？然后不还有你念台词还是干嘛的？我就听更让你念台词，嗯，效果很好，还可以哈。还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好听，好听，要得要得，聊然嘞，后我这边也我收集到嘞，了嗯，你，大家想看你跳个舞，那我跳舞有什么来。好看啊？你跳舞才好看，我跳舞 是你好跳，跳舞才好看。不行，现在网络上太多我跳舞片段了，我不能再跳舞，我要退出，我已经退出跳舞了。哎，那天看你跳一个什么舞，我给我笑死了。不要提，不要提，嘘。阿狗，啊，我跳什么呀？我给大家跳一个手势舞吧，这地方有限。可以啊，来呗，我你要不先要预往习一后一点？下，会不会等？我要预习一下。复等一下，我习看一哪个下，叫？我复习啊。好，说，嗯，好，那大家听得到音乐吗？你把声音大点吧，不太能听到。不用，我这个耳机放音乐就行。你要把等一下，话筒对着那儿啊。我。你放错边了，你要把那话筒对着手机。好，你在这儿读啊，你按开始了，我就开始啊，不是，准你要备把那啊，个有声，等会儿，姐姐，你要换一边耳机，你要把这个有麦的对着手机。哦，对，好，我准备开，准备开始啊，看第一个动作啥动作，好，来吧，二一。
自己配 BGM 搞定了，行不行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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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到音乐了吧？听到很模，有点模糊了，没太对，没太声音没大，但好看的是好看的，大概能我能凑感合受一到，下，我能感受到你那个律动已经在跟那个节奏十分契合了，能感受到我的热情哈，那就行了，能感受到，特别能感受到我认真的态度和我的热情，能感就行受到，特别认真，对，大家对我们这个破万福利满意吗？我们也看不见评论啊，这个主要是，看不到，真正他们满意吗？评论都说啥了？评论我看不到，啊，问问他们呗，他们都有啥评论？还行吧。哎，我噔刚那个噔绝美噔，灯没了，他们给我加了个侧光，我觉得那个光有点好看。快把评论拿走！什么？评论是你看啥？评论了吗？我没有啊，我看一眼。快，等会儿。是我想的那种。不能看，那算先别看，你别就看是了，别大家看想听你叫一声素国公。了。好呀。我听听，我看有没有那时候的味道。我叫素国公，耶，有那种感觉了，是吧？是吧？好，因为大家听的是配音嘛，没听我的声音过。多叫两声试试。素国公，哎呦，这是你求我办事的时候。素国公，这样，你用不同语气来，我来猜好吧？我来猜是什么情况下？好，我想想啊。素国公，这是你就是要打断我的时候，要反驳我的时候，是吗？聊正事儿的时候，对。然后，我想想啊，后面你跟我提吧。我跟你提啊，我要提，我想一下啊，你在我生气的时候，在你生气的时候，那我就直接喊萧恒了。我生气的时候你很消横，对呀，你生气的时候我就喊萧恒，哪有？怎么没有啊？那是我在质问你的时我候，只我要在。你生气了，我有事要办，有事要找你办的时候，我就喊萧恒。哦，对，你就那时候就是你好声跟我说已经不管用了的时候，对，就只能喊萧恒，萧恒。对，还有啥，在操场上，哎，今天还有一个你知道吗？我笑死了，昨天那个我不是在我们上电前，我跟你说，那你父亲呢？其实我是想问那个薛县令，结果那个苏可老师，苏可可乐老来了，师，苏可老可可一出现。我如何？然后出的那个评论就是，哎，老师您来了，我先走了。那 个不是怕老师吗？对他每次同场戏碰到可哥的时候，还瑟瑟发抖。然后我们每天早上化妆间，他跟可哥中只间，要我们同时化妆，只要同时化妆，然后他的老师就在他的旁边，我得先每次先给老师请个，哎，苏克老师好，哎，您吃了吗？老师，对，今老天师这早上么吃的早。什么呀？这么早，老师怎么怎么样？我们怂得要命，每天。瞬间学生附体了，你就，对，对，好然后的。还有啥？哦，观众席，哦，我想听你叫小美娘，小美，小美娘，万人嫌，万人嫌，知道了，万人嫌，忍住了，万人嫌。不你又忍住了吗，小美娘？是，忍住了吗，江二娘子？忍住了吗？小美娘，忍住了，万人嫌。哎，这个是真的是有对点那种呀。好那对不对哈？然后他让我们还有一个破万福利，是吧？还有什么？还有，这又是台词的。对。就我们醉酒的那一场，就是你出来雨中做了。酣畅淋漓那个，来啊，试试，破万福利，试试啊，重现雨中转圈，雨中转圈圈，
雨中表白，哎，其实那一场是真的挺，就是两个人关系之间的试探也是很打头，很让我嗨你的又一喜个点。欢了，又喜欢我了。有，我也喜欢，我真的很喜欢那一场。那样挺好看的，嗯，挺好看来的那啊，场。嗯开始啊。嗯嗯。你喝醉了。谁说我喝醉了？我没有醉，我喝不醉，我喝不醉。你已经醉得不成人样了。萧何，阿林。你真好看。哈哈哈。厚颜无耻。你知道你长得好看吗？你醉了没有？我没醉。萧恒，你不是个男人，喝酒都喝不醉。你这辈子是不是从来不吐真话？那你呢，阿林？喝了这么多酒，不也一样没吐真话吗？谢谢苏国公，谢谢苏国公，谢谢苏国公。快扶我！啊，站好，回家。我已经没有家。巧了，我也没有家。然后一抄，咕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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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回叶家喽。你的声音大家都听惯了，听我的声音应该很奇怪吧？跟你大。其实我不是，但我当时是跟你的声音一块儿啊。但大家现在，我看我自己的戏，我都带入的是那个，其实是那个配音的声音，我挺有代入但感的。是还好还好，他因为他挺贴你，那个声音很贴你。不，还是比我的要，我觉得就是要细一点点，更柔一点点吧，感觉。太好了，有力该有力是有力，该柔弱的时候是柔弱的，因为我当时配的时候。我当时我在配的时候就已经在同时那个老师在秋姐在帮你同时配嘛，然后我就去那儿听，我就声音其实挺贴的，配完之后是吧？还行，对。OK，咱们的破万福利就到这儿告一段落，感觉也没干啥，哎，咱俩还有一段，你还要读吗？还有一段我是没有，后面有，后面有玩游戏的，好，我想跟嗯，你有死穿好和约那个鸳鸯花来一版。啊，亏吗？我不用鸳鸯，我用塑料普通话，好吧？塑料普哪哪有塑料普通话？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你喝醉了，我想听你说鸳鸯话，鸳鸯话都没听，我没。鸳鸯话不行，你要我现在转的话，我转不过来，我会有一点，我得一个字一个字的抠，你知道吧？是吗？那你说什么？对，你说什么话？我说塑料普通话。塑料普通话。那我说什么嗯，话？你就说四川话。好，开始喽。嗯，开始，来吧。嗯。你喝醉了。哪个说我喝醉了？我没有醉，我喝不醉，咋可能喝醉？你已经醉得不成人样了，阿姨，阿狸。哎呦，小狠，阿狸。你长得真的好看。你好不要脸呐！你自己相不相信长得好看哦？你到底醉没有？我没有喝醉啊。萧恒，你不是个男的，喝个酒都喝不醉。你这辈子是不是从来都不说真话哦？那你呢，阿狸？喝了这么多酒，你不也一样没吐真话吗？谢谢。谢谢苏果果，你这是树哥哥，
苏归国，站好。谢谢苏归国，四川话苏归国。啊，站好，回家。我已经不得家了，巧了，不得家了。我也没有家了，不行，这种感觉还是没有了。你那塑料普通话不塑料？我这还不塑料，我主要是我要用方言的话，我得倒一倒。岳阳话不是那么的熟练了，是吧？熟练，但是突然从一个语变到另外一个语会有那个啥，嗯。然后在这里我们还做一个预告，就是之后呢，我们会有嗨六的录制，也算是破万福利之一吧。嗯嗯，对，给大家预告一下呗。嗯 ，OK， 嗯，下一盘。下面的环节是你画我猜，猜一些我们剧中的名场面。嗯，怎么弄？画就是你拿着纸，我画。对，就是准备他们准备了一些名场面，好，然后我们分别画一个名场面，限时30秒，好好画好了互相猜，一起画呗，一起画呗，一起画，是吧？你选一个啊，你就看你那什么，你选一个，我选一个啊。嗯，你选第，让观众猜是吧？嗯，对，嗯，用这个笔啊，是吧？让观众猜，对吧？对。我选第一个啊，是让观众猜哈，好，可以。那我选第几个？我这非常好猜啊！我这个太难了，我这个。我画这个，我选，我选，我选到了一个。来，画完了。我没那么敢，互相猜，然后观众一起猜。我先画一个让你猜，然后你让我猜，然后观众一起猜。不是，我可不可以退出这一趴呀？你不能退出啊！我画的有点太磕碜了，有点，我记得不好意思。可以，大家对名场面都很熟悉，你点一下，大家知道是哪场了。真的？我咋画他呢？这场？我先这样，我给我宣传看一眼，我这个能不能够放出来？来，换张纸。第一笔就画失误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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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冷给心情，冷个好玩，一滑滑心情好了。我一会儿拔死我跟你说。我滑完了，你看。等一会儿，我没有滑完，我在创作。我是不是不能够放出去？不是我怕我的这个画放出去之后会有很多人慕名而来求我画画。戳眼，你等会儿我。我等你画完好吧。你那能放吗？我的这个他我能不能放？他们笑，你对我。我这个说实话，我网友问黄新月又画了什么不能播的。不是不能播，就播了不能打我，主要是。我想看一下。等你画完吗？画完了我那个啥。我画的这个，你别打我啊。你别打我就行。你画的是我吗？请问。你别那个啥，你别管。对不起你。哎呦，不要说了，我也是，我给你，我再画个人啥子。对不起你，我求你啊。等会儿，我再加两笔，等一下。上去喽。做完了没有？马上。秒，嗯，越画越离谱了。这个上面是个，哇，我看，其实主要是材料有限，如果还有些别的颜色，我能够让它更加多彩一点。哇，你还要加色彩？
对呀，现在只有三，只有一种颜色，我就算了。问一下啊，好，好，你我好了对不哈，起你，真的对不起啷个？你，啊？没事，我们俩嘴和不一定，哪个对不起哪个。好好好，那你先介绍你嘞。我说你不要生气哈，不要生气啊，不用介绍，是你猜，是你猜，好，看啊，咋做？看得出来，这干嘛？哎，有观众猜出来了吗？这个，猫看眼评论，结有婚吗？了，结婚了，对，我俩结婚那一场，还是你懂我。一下就猜出来了，王新月，你这个话的，我跟你说，我这话我说了不，我说我话说怕别人打我，我要是你工作人员，我就制止你拿出来了。他没有制止我，他说你放，对啊，你看这个多像，来，我们两个当时看，你看我还画了细节，我的你手什当么时细抱着节？你在，我的手抱着你在，你的手放在那儿在，我的长头发是怎么回事儿？你。我想了一下，我给你画漂亮一点嘛，我怕束发画的你丑，我就给你画个长头发。我什么时候长过头发？我涉及哪到剧都透，我长先不过说。头发。涉及到剧透，我不能说。红衣，好好，可以，可以。那我看看你我要是工作人员，我就阻止你选这个题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你怎么说。怎么不阻止他？他们在那儿笑呢，在那儿。哎，你们看了吗？我画了，可以吗？啊，来，不是，你这画的是光哥，光哥的国字脸，光哥，我爷爷。我画的不是国字脸，是瓜子脸，这是瓜子脸，瓜子脸西瓜子啊，还是南瓜子啊？是瓜子脸的，就二次元表达，跟我那飞天神女一个意思，是我来看一眼，他怎么会还有吧？腮红呢？战损妆，这白损，战还损有他妆。的手嘞？不是，我还有丝巾呢，我的飘带怎么没给我放上去呢？我还飘带呢。你这手咬完了以后都已经拿下来了，然后就是你这张照片的下一个步骤，就是手拿下来了，准备往前冲的时候的那一瞬间。对，这一个镜头拍了老久了。哎，我的东西快点，自头发上少画一撮毛吗？哪儿嘞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马这上，儿还马上，马上，马上，高，你这个凌乱鼓风机吹的这个发丝儿搞完了。发丝儿，对，小刘海儿，这个。我那快递。这个必须要画上去。好，我觉得摇起来。其实不需要刘海了，我不需要刘海，没事，我不需摇要。摇摇，这个导演专门费心给你吹的，就靠这几个发丝儿，我跟你说。好。哦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当时现场拍这场戏坏了，几个鼓风机。对，坏了好几台鼓风机。然后你知道最气的是什么？本来吉吉在这拍我的，然后吉吉文戏拍完就拍武戏去了嘛。然后把好的鼓风机全部带走了，等于说我那两天只剩2台鼓风机，我们组里应该一共有6台鸡蛋，然后吉吉把那鼓风机带走之后，然后我们现在那个是烂的，它时好时不好，比如说我拍一半儿烟没了，为什么又不呢？转了是吧？那个不转了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时候老坏，老坏，用太多了，对，它因为累好了，的鼓都风机都累了。鼓风机都累了，好的都被你们拿过去了。而且你脸上这个妆不也是吉吉亲手给你弄的吗？对，撒那个是是吧？这个不是，这一场不是，最后是那不一场，是？我跟那个城王那一场是机器弄哦哦哦哦，我知道，脸上都是血的那的，那一场是机器弄你知道我那个浴室找我泡澡的那场戏，为我知道啥你叫看拍我了俩吧？的？我都不知道这场，我看了，我那场是在你刺剑之前拍的，那是我那个我是直拍接的。就拍了。
我也是个中后期吧，我拍那场戏我在里面处两三个小时没有出来，三个小时没出来，我的每泡着，对，我的那个布还有每一片花瓣，焦妹妹，嗯，全是琪琪亲手给我铺的布，头发丝往哪儿搭，花瓣在哪儿，全是亲手弄哎。你要这么说，我跟你说，我那个丝带看到没？我这个丝带啊啊，我这个丝带就琪琪现场给我撕的。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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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但当时我还不理解，我说弄这个丝带干嘛？弄得我好难受，好热。那出来的时候其实挺好看的，好看好看。嗯，跟我那每天会，我那个浴缸里的布，他让我进去以后就阻止我再出来了，说你别出来，出来了以后不接戏了，就全是 他的艺术品了，全他一朵朵玫瑰全是他摆的。对，我那个丝的布也是，还有那个小刘海啊，全是他吹的。对，可以可以，画的不错，可以。嗯。啊，这个下面是当然了，玩游戏，你看一下那个，你看一下屏幕给你的提示，你看了吗？我觉得过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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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嗯。下一个游戏是当然了，游戏规则很简单，不管对方要说什么，都要用、嗯。那当然了，来回答。嗯，好，好，嗯，我先来给你哈，你先给我吧。啊，嗯，你先来。这是你给我的，你先给我。我看一下啊，我看啊，嗯，萧恒想天天黏着薛芳菲吧？嗯，那当然了。萧恒对薛芳菲是一见钟情吧？那当然了。嗯，萧恒心里很恨前夫哥吧？那还行吧，不恨他。还行，倒还行，不值得，没必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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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足，没必要引起你的注意，没必要，真没必要，没必要。那你每次你俩的戏擦肩而过的时候，那气氛给你俩拉满的。那我都是，我每次过他的时候，我都这样过的，看到了吗？不明显吗？我记得有几场你俩同时相遇的戏，那气氛拉得满的呀。对，都在他那儿，压力在他那儿，我能有啥压力呢？嗯，两个人划过的那种表情，哇塞，对对对对，很好看，就这样，快了，后面就有了，后面就有很多，就是一撇，就随便一看，哎，走。嗯，后面很多。对。嗯，哎，你的。我来啦。嗯。薛芳菲第一次看见萧恒就被乔恩帅到了吧？当然了。嗯，薛芳菲心里萧恒是她的家人吧？当然了。薛芳菲在醉酒的时候在雨天下是跟萧恒真心表白吧？当然了。当然了 ok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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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那样了还不当然了，是，对，是，哎，我不是看好多那个评论，我觉得就好有意思，就是咱俩那些戏啊，大家可以理解出无数个版本出来，嗯，啊，而且确实这不要这他有那啥啊，二创嘛，这不又回到二创了吗？又回到二创了。二创太吓人了，现在真不能，二创有点太吓人了，过过过过过。你不要说吓人，你要说很感谢观众对我们的表达有这么多的理解。是感谢有理解，但有时候看着那个我是真有点不好意思那个。你别看不好意思那条，有很多别的我可以看啊。OK OK 因为我是在想，因为我们那种拉扯的戏，拉扯的戏有好多，咱俩也不太懂。拉扯。我真的不太懂，我那天回馈下来，我不是回馈，我在看的时候我知道，就是那个咱俩选茶杯三杯茶要选哪一杯那场戏、嗯、你记得吗、嗯、我当时问我啥意思、嗯、我三杯选哪杯到底有啥寓意、嗯、就是包括好多的设计，我看了那个他网友评论，那我看到你说的那一条了啊，就是很多东西可以让大家去遐想吧，空间很多的，现在就是确实 对有很多，你不觉得高兴吗、嗯，高兴，而且我觉得就是很多地方，
就是他并不是说我们把一个意思给他完全立住了，就是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不同的人去看到这样的剧情会有不同的想法。对，包括对于那场戏，咱俩人物的状态和每个阶段，他俩表达的东西，其实大家都有自己，我觉得真的超越我们当时拍的时候的感受，很多东西给我们对，丰富了很多。大家都有触感吧？我觉得是很多内容上的东西。对，确实是，就是我们这个确实是大家有在认真看，去感谢一下大家。感谢大家呀，给咱俩那么多二创，给那么多对那些呀，高深莫测的台词，那么多的理解，然后而且包括导演给咱俩那么多用心的那些镜头和设计，都有被大家 get 到，这不对，多开心啊，对。是吧？看看开心的部分，继续吧，继续。来回答一下网友们的问题啊。由我读问题。来，如果在不限定性别的情况下，想演剧中的谁？不限定性别，问我。咱俩都要答。那你先答，我想演你啊。你想爽哈，女版四过沟，想学习一下我的扇子是吧？想学扇子，然后我想把很多的台词交给你去说，然后最后我闪亮登场，很想尝试尝试你每次闪亮我登每次场的那闪亮感登场是什觉。么感觉是吧？对，昨天看那个定州赈灾，给我笑到了，你从马车里面出来，你看了飞吗？出来，在这我看了，把那个人飞出来。对，哇塞，那个给你拍的每次出场闪那亮登场，闪亮登场。我想闪瞎眼的那种，确实，我还是就演我的萧恒吧，萧恒挺爽的，太爽了，我也不需要太多的那个话语啊，或者说行动去证明自己，我往那一站就是自己，再演你还演萧恒，对啊，那我怎我么比办？萧恒挺好，我怎么办？这样我没机会了。这样，前15集给你演，后15集给我演，前因为十五季，肖恒到了后面也开始分析了，后面剧情出，成王今天不是出来了吗？成王之前开始，我也要开始汇报，我也要开始上班了，我开始汇报我的那个东西了，跟皇帝，跟史迪仔，皇帝那个帽子还记得吗？我们那时候笑他那个帽子，那我就是，笑但我喷们了，那时候笑他是钟馗。那帽子倒起来的那个嘛，那个史迪仔，前十五集的萧恒，就我来呗没事，我可以只要啊，你的出场就行了，我只要你的出场，可以，我那个出场很贵的，5天哦，我那个出场，拍呗拍呗，拿5个大印乐给意他，哈，可以，可以，当时虎哥也是给我拍那个旋转，给我拍了很多场，因为到不了那个想要的目的，当时一直。你的那个国服小乔你看了吗？我看了，啊，叫什么？爱情和复仇什么都不迟到吧？好像是。那个你就打扇子是打扇子那场出来的吧？对，我们舞两个剑的在那那个场。马车那场，从那个矿洞里面出来。对对对，是那场的那个工人装的那个吗？对，那场哎，你那场也笑死我了，我是怎么虚了？惊还是露机？他是为了救你，把你一推，你就，你还记得吗？你看到没那个？我躲在后面，我看到了，我不在后是，面。你躲旁边，他把你往边上一推，然后就是你一推，你就，那个草地里吗？站在那儿在，不你然可我能怎么忘了办你，呢？你去我看看了那到个了，片不？我看了，我看了，我对呀，不然我干嘛呢？就是我在矿洞里，他的小学生那样一模一样，真的要。定住了，瞬间定住了。对呀、我不然呢？我上去打吗？还是干嘛？我真的我也没办法了。对，下一个还有啥问题？极限拉扯很好磕，最喜欢两个人对手戏的哪一场？
我都挺喜欢的，两个人拉的，而且是拉扯的那个是一层一环扣一环的往上去拉扯的，后面事情越多，所拉扯，而且每次拉扯的内容也是不一样，但是方式是一样的，这种感觉我很爽，我也很喜欢。我蛮期待你不说。管是在事业上还是在两个人感情上的拉扯，我都喜欢这样。你期待哪一场？我挺期待后面的，就是还没有更新的剧情，哪就一他俩场？的新相处模式吧。我们哪就后面的我也没看过，包括那个你说叶世杰那个开始吃醋了，然后后面还发生一些事情，你很生气的从芳菲院从天而降，你记不记得？那个从天而降，那天都在后指面。责你，那天跟你下棋，对，好像来了2次，然后就来你经两常会次。你生气。芳菲院我就去了两次嘛。对，后来你也按捺不住了，就是越来越那个啥了，就是越来越不你装怎么还不了。来找我？对，对，有越点来越大不胆了。装了，越来越大胆了。但是大胆也是两个人也是在拉扯。也是在拉扯了，一直在拉扯。好看，爱看。就后面的戏我也挺期待的。对，到了后面，因为更多新的人物出来了，然后更多事件慢慢的就浮现出来了，前面埋的一些点都慢慢的铺出来了。期待下后面呗。可以。然后剧中最喜欢的一句台词，就是你是啥？我喜欢那个吧，我也是之前在哪更新的，就你跟我说的那个，你没有践踏过人命，所以你敢回头问因果，向前要公道，记得吧？记得就是在后面的了，已经到。陆阳在陆阳，对，然后，我是今天啊，说。没了，你来，完了，完了，我是今天更新的那个，就是带你去那个青城山上，前世今生，尽兴就好。往后你不必再对任何人委曲求全，然后这个人也包括也我。包我，明白，对，对对对，对。我记得后面好像好多名台词是给他剪的吗？还有很多，我不知道他和他们播吧。还有今天。我拉你去青城山，在我那国公府里面，那个镜头我好喜欢呐，那个镜头。哪个？就你拉我走的那下呗。对，就是你要先走，我说等一下，我说青城山上路途遥远，一个人有点无聊，你问我什么意思？我就拉，然后那个镜头，那真好看，你觉得自己帅呗？有一点。你觉得好看就是自己帅。感觉是吧？哎，那个，我看那个给咱俩二创了，就是，催我俩，那个退流程，来，催流程，但我得说一下，你看那个二创没有？就是，我从那个要刺杀那个那五刀之前，沈玉堂，对，不，那个叫什么冯来玉着？堂，冯玉堂，冯玉堂，冯玉堂，别瞎取名老给别人瞎取名，什么鬼事？刺杀之前有一个，咱俩从那个小巷子里面往外走，你那看个见那剪走，出来没有？我看到了，好帅呀，那个。你只管你帅，你没看我吗？就是这个样子才是那个下面就是一个很好磕的一个点啊，就但我是拍的两时候个人没注意到，感觉没有拍的注意时到。候，对，拍的时候真没注意到，拍的时候就在想，我拍的时候拍就的在时候我想，我得，说王旭怎么跑那么快，跑那么快干嘛我呢？是在想这个炮怎么离这么远，我得快点走，我在想，我不赶上他的话，别到时候又得重新来一遍，好累啊！让我快点跑。被我挡完了是吧？我就害怕咱俩离太远的时候，琪琪又说来，咔来，重新来一遍，多累呀、啊，跑一趟。你说你他们走在追，巨快，你那个时候是干嘛来着？是为了跟炮，但是我跟着炮走，炮走为了反应就快。着急收工，着急收，收个工。那天，对，那天晚上挺晚了，拍完1、2点钟好像是。对，那场戏拍得很晚。那天拍很晚，那天我开摩托来的，我还记得，后面开摩托回家我记得，我记得，我记得，我记得。的。OK，行下一个。，OK，来，Two，谨言，如果用一种动物来形容萧恒，你会用什么？你啊，当时我拍戏的时候就想过这个问题。
什么啊？什么问题？哦，不是，什么词？想成什么？什么？我觉得销魂是，嗯，它像老虎，但是老虎，然后它是披着狼皮的老虎。为什么呢？披着狼皮就是你刚出现的样子嘛，就是，啊，对。嗯，对，然后有一层保护色在，也保护自己，也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，狼。然后老虎呢是后期吧，也是，其实核心也没有变了，但是，嗯，就是褪下了那层皮后，自己更想。就是真正的去保护自己在意的东西。就在你面前褪下那层皮之后，嗯嗯，但外人还对，是看不到的。外人看不到，你看这还是你了解吗？一个你，一个皇帝，对，外人也看不到你真实的那层，那个样子。嗯。其实到了后面，其实就是一，我觉得是一种相互救赎了。后面你帮我也去处理了很多事情，去化解了很多事情。我跟我爷爷，跟光哥，然后还有很你多爷事爷情，的，包括就这件事儿吧，你也没啥事儿都，你都能自己搞定。对，都是自己憋着在。嗯，下一个，除了小狸猫、阿狸、江二娘子这几个称呼，还想萧恒叫你什么？片场怎么称呼对方？小狸猫江二娘子，还想笑哼叫我薛芳菲啊？嗯。薛芳菲，薛芳菲啊，每次叫你薛芳菲的时候，就是有重大事情要发生的时候。很重要的时候了，非常重要的时候了。然后包括对，后面你叫我薛芳菲了吗？叫大名了吗？有，忘了，有，真的有，记得有。有肯定是有的，但肯定是重要事件发生。对，叫大名薛芳菲是吧？对，薛芳菲，对，然后你片场怎么称呼我？美瑞、吴姐、谨言。都有，都有。到了后面，对，到了后面跟着就是每日哪个时候你要哪个样子，听到了没得？才真的各种各样的称呼，各种各样的称对，呼，太多了现场。对，都有。大家都说薛芳菲是 PUA 大师，嘴皮子很溜。那你本人呢？你和王哥嗯，谁嘴皮子更溜？你呀，那你你六呀，啊，你呀，我六什么？你今天小主持人一样。我天天在现场话可少了，我挨得很，就除了演戏的时候在说话，平常的地方都是暂停状态、放空状态。就想是状态。你到现场听到声音最大都是你，你吧。现场是，我还好，我现场我催场，我说快点，快快快快快。就你话多，你问随便一个人啊，咱们看所有的采访都是一定会说你，对，我跟大家聊的稍微多一点。那你然本后人嘴皮子溜吗？我本人嘴皮子不溜啊，不溜，确实不溜。本人我估计就是寡言少语的，对，本人嘴没那么溜，没那么顺。对啊。然后下一个，催我们俩了。专访里面说，打 call KPI 帮王馨月完成了。那你希望王馨月拿什么来报恩？啊，我下半年后面的交给你了。可以，下半年你那个什么时候，你先跟我说一声啊。哦，我先跟你说啊，有什么对，的，有什么要 KPI 要完成的？然后对啊，文案什么你不需要的话，也顺便发给我哈。对啊，需要你录什么啊？OK，对吧？都发给你 ID，了。好，嗯。说，说什么啊？下一个。怎么这么多问题啊？给薛湘妃制手的那场戏，薛湘妃说一命抵一命，萧恒说殉情。关于这点承不承认，萧恒是恋脑，给他的恋脑加几分？You，萧恒，你觉得他像恋爱脑吗？我觉得他不是啊。我觉得我感觉他不是，但是我看的时候好像有隐隐约约觉得他是。
他算了，他是在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下，能够有万分把握之后才会去展露这一点。而且像雨中那一场，他没有亲下嘴，那一场你的理解，他为什么不亲下去？我的理解啊，我是觉得，就是为难你了哈。好了，我这个问题问到脸上来了，真的是，互相折磨是吧？啊，我来说。我先说啊，我认为的就是，萧恒会，我知道他不会说了，就是在那个这个阶段，这个才是路演的那个阶段，我知道他不会说，但是你记得吗？我还是在茶楼上。那个茶楼生气，就是那个乌兰之后，我问你，我说你，我说你至今，不肯露出真面目，至今那个不肯摊牌或者是真话，你真的是想看，只是想看一场戏吗？就那个阶段，对你整个都才只是刚是，开始的一个阶段。对，介乎于事件之外，刚有了情感，想去琢磨你的情感，你引起了我的注意哦。就是这个阶段，所以刚好想趁那个时候去问一下你对你好奇吗？对你好奇吗？知道你可能也不会告诉我，但是就是想试探试探，果然对，没有那个告时诉我。候不能说啊，那个时候那个事儿太大了呀，对我来说，就是我需要去背负的事情太大了，那时候不能够把薛邦飞给扯出去。OK，OK。下一个。网上说王新月好帅，登上热搜一环，回应一下你上了好几次这个，我截给你了。这个事儿怎么说呢？是感谢各位对我的认可，感谢大家对肖恒的认可。我会在下一个角色中，我会，我会就是继续努力的。谢谢大家。方便获奖感言。好，看一下 part 在哪里？好，直接开始是吧？集歇开始什么意思？直接开始看小片儿。原来。全民都在看的解阳神剧《墨雨云间》，你在追吗？吴谨言不愧为掌管女频爽剧的神，王星月在夺人气女频爽剧的神，黄土一零一更是强女吸睛。黄土一零一，观众爽心悦目，主打一个全民沉浸式追剧，来吧！展示端午出行必来了，展示高铁上的乘客，飞机上的空乘，手机全变成了墨雨云间的模样。大学生食堂下饭，宿舍扎堆，备考休息，学习累了困了，打开墨雨云间爽一下。你好，是最想做的事情。打工人公交地铁，上班摸鱼，下班摸鱼，就是挺好看的。最近有很多人在问我发信息，说觉得好看。OK，咱俩看完这个要 say goodbye 了。OK，看完这个跟大家 say 个 goodbye。啊，分人群，结婚夫妇、合租室友结伴看。保安大哥，你今天晚上接着拍摄呢？哪个？你也没有，我这样好几个采访。我也是，我都是个采访去。真的假的？要采访啊？采访啊，对，等一会儿。我一会儿要采访，所以他们催我了，说我们俩坐太久了。就是，他是不是又来了一点呢？做得好。墨雨云间热度一路飙升，稳定输出爆款名场面。没错，2024年的夏天，我们墨雨云间就是这么男女老少中。一会儿那个啥吧，一会儿感谢一下观众，然后让他们继续，我们就结束。OK，我们给没看过的墨雨云间再推荐推荐。评论说啥呢？评论没看的我都帮我看，要结束了，家人们。墨鱼们，黑土们，哎，我们还有个外号叫黑土，你知道吗？黑土是官博呀，是吗？官、啊、黑土们，对吧？官博黑土们，对，好，要走喽，走喽，我们要评论，好好看哦，评论啊，很精彩吗？还行，等会我看看，适应了，哎，啊，快乐的时光光总是这么短暂的。我们的直播已经接近尾声了，然后这里是薛芳菲，这里是萧恒，哎，反了，是萧恒，然萧恒，后
谢谢大家对我们墨玉云间的支持，对我们的热爱，对我们角色的热爱。这剧情虽然已经走了一半了，然后也感谢那么多观众朋友们，然后每天追剧，然后每天很关注我们的剧情，然后支持我们的剧。嗯，对，也感谢每一位观众对于我们的剧的内容上的一些分析，一些二创，一些传播。嗯，然后后面的剧情继续高涨，有更多高能的剧情马上来袭。更多高能剧情，对。嗯，然后非常嚣张，后面也有很多新的新的碰撞，新的拉扯方式。嗯，对，对，很好看。其实我们本人也一直在等待最后的剧情，一直在等待后面剧情出现。嗯嗯，至于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？咱也不知道。对，我们也在等待。嗯，在等待。OK，那我们就要下线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